八的钢珠，0.5的啤筋抱到啤酒中间那个泥丸。双击，六，来风来风。直上直下，短拉和大拉哪个好？短拉距相对来说精准一些，稳定性相对来说高一些，但是威力相对弱一些。然后这个一米皮筋还能多出那么几副。大拉距威力固然是大，对于新手来说不太好掌握，因为后手没有定位。